在西门捷运四号出口旁，藏着一间浴火重生的台式火锅店。在寒冬中，仍吃着姜母鸭、麻油鸡、香菇鸡的火锅，而且食材新鲜，环境优美，还有香浓甜的卤肉饭。你各位啊，天冷不来补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西门町这里啊，然后在我们身旁这家酒店是格力庄酒店。是说我们最近有一起去吃了进补羊肉炉，对不对？只是在那之后我就觉得说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这边到处都是羊肉炉吃到饱，却少了姜母鸭吃到饱呢？所以啊，后来我就找到这一间。他这家酒店的底下有一家叫做前镇水产的火锅店啊，只不过各位啊，我们等一下就一起进去吃吃看啊，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？Go！ 这个是我们的汤头，那我们的汤头的话总共是有五种，那前面三种汤头呢有少许的鸡肉跟鸭肉，后面两个是汤底。我想要姜母鸭的。那先跟您告知一下，我们的姜母鸭有少许的米酒。可以不要加米酒吗？哦，也可以，谢谢。 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就座了啦，只不过啊，我们才一就座我就感觉到哇，里面好温暖啊。现在台北这边只有18度，今天真的是进补的好日子。只不过啊，今天因为我们是开车来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跟他点没有酒精的姜母鸭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
歉啊各位，我刚刚先去拿我们第一回合的食材了啦。不过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地方是，我有拿了一碗卤肉饭呢。刚这个卤肉香味啊，我光是站在酱料区，它就直接贯穿了我的口罩，熏得我真的是非拿它一碗不可了，好不好？Oh my god， 这是我喜欢的卤肉饭呢。那我们来喝喝看姜母鸭汤头表现是如何啦。虽然说今天这个姜母鸭是没有包含酒精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这汤头喝起来是甘中带温，我觉得等一下配上这些东西应该会很有戏哦。来吧，我们来吃看今天的主角啊。它比起我们之前吃火锅店那种重煮鸭肉片来说，还是吃这种原肉最好吃的。我们先捞一碗汤放在旁边。好，那今天我有拿了一些菇类啦，我就想说我们吃到这种养生的火锅，配点香菇应该合情合理吧。还有说今天来到现场，他们自己做的这种火锅料，他们都帮我们装成小碟小碟分量的，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啊。还有说各位啊，你看你们有看过这样子的寻味棒吗？哦，感觉就很有质感呢。俗话说，我们来到吃到饱吃烂菜啊，我对他最低要求的是卖臭车底喝啊。嗯，好吧，他刚好有符合到我的期待啊。还有他这边又牛肚啊。哎，各位啊，他的这个牛肚吃起来有他们自己卤制过香气之外啊，他的口感还蛮软嫩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蘸酱好朋友出场了。我觉得比起以往我们吃的火锅蘸酱啊，我们今天吃到这种养生火锅，我们的酱也养生一点 ，OK 吧？嗯，它这个小花枝是新鲜的呢。好了，那我们刚刚煮的这些火锅料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它这种火锅料不宜煮久啊，煮久了它就失去它的味道了。
好，那各位，我们来试试看白虾。哎，生鱼片。对，他先帮你上吗？哎，为什么会有生鱼片呢？我们现在有生鱼片，就一人一份，真的不是吃到饱。哦，只有一份而已哦。对。哦，好啊。好，我先帮你。哦，好好好，麻烦你了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各位啊，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来这边吃火锅，他们还有附生鱼片呢。嗯。只不过在吃这种生鱼片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生鱼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给准备好了。这个应该是 Toro 吗？他虽然在火锅店有提供这种生鱼片给我们呢、啊，只不过他的刀工我觉得算是 OK 的呢。来吧，各位，他这边还有鲑鱼下巴。哎，各位，他这个寻味棒品质，我觉得算是 OK 的哎。我们夹起来，它竟然都还不会散呢。我觉得比起叫它寻味棒。它比较适合叫做鱼板吗？整个吃下去都是非常浓厚的鱼浆味啊！哎，我这个是海霸王自己做的燕饺啊。它比起市售燕饺来说，它的口感是比较扎实。它的饺类煮起来不会像外面的那种火锅料煮完了就绵绵泡泡的，然后本身就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味道啊。它这个的味道，我觉得算是浓厚的。接下来是蛋饺部分呢。它这蛋饺吃起来像是我们吃那种烧麦的鲜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最后这边是水晶饺的部分呢，还有说它这个鸡柳是很耐煮的东西啊，我们也一起把它丢下去吧。我们接下来终于来到肉片的回合了。
那我们今天这些牛肉部分呢，我们都把它煮到七分熟就好了。感觉它的肉质还蛮软嫩的，接下来这个是培根牛吧，这口感吃起来好油啊，可是这种肉片越油我越爱啊。好了，它这个雪花牛，我觉得我们就把它煮到全熟好了。你们刚有看到吗？满满的油花。哎哦，好啊，麻烦你了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这锅汤加完汤之后又满血复活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梅花猪肉部分的了。好了，只不过它这个五花猪肉片怎么感觉切的有那么一点小块啊？好了，那我们把刚刚煮的东西全部捞起来了。来吧，鹅啊！也有可能是最近我们太常跑南部了吧。不然说他这个鹅啊，我是觉得说人在都市吃到这个样子算是 OK 了啦，没什么好嫌的。还有这个是手工虾浆。它这感觉吃起来有点像是中央餐厨做出来的虾浆。那接下来来到鸡肉部分了。各位啊，虽然说他今天现场给我们的肉啊，全部都是原肉啊，可是他竟然给了我们鸡胸肉啊。我就觉得这种比较干瘦的肉啊，喜欢的人还是会喜欢的。来吧，接下来到这个沙蟹部分了。它虽然这个螃蟹小小只啊，只不过它还是有它该有的鲜味。我觉得拿它来炖汤，炖到最后就吃掉刚刚好了。还有我们刚刚留下来这一碗鸭肉啊，这应该是鸭屁股的地方吧。
这个鸭油香它在我嘴巴里喷射出来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的食材了，那我们再去拿下一回合的东西来吃吧。好 OK 啊，各位，我们拿了第二回合食材回来了，只不过啊，我们不是刚稍早是点了一个没有酒的汤头吗？然后我有拿他现场的凤梨啦，据刚刚那位女士讲的，那个汤头加了凤梨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三天他的汤里多好。哦哦，拿这个煮汤啊，你有厉害。对啊。哎呦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来吧，这个汤我们让它滚了一阵子啊，我们再喝喝看。它这个汤头喝起来，它多了凤梨的香味还有甜味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来煮一下海鲜。还有啊，我们煮海鲜锅怎么可以少了它呢？哇，各位啊，我们现在是满满的葱花香哎。好香哦！然后我觉得今天它这种肉片呢，我们就大概几盘几盘的少量煮一煮啊。不然一次全部 all in 的话，我觉得等等应该会很烫哦。
好，那各位啊，我们刚刚还有拿了一份面线呢、啊。刚好我可以配刚拿的竹笋呢、啊。那先跟你买个单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是。金额总共是648元，谢谢。我想要刷信用卡。可以，需要载具吗？哎、欸，不用，没关系、嗯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们的用餐时间是到9点哦、欸。那我们待会8:40左右，师傅会先收餐台。那有需要用什么，我们可以先做夹取的动作。哦哦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哎、欸、谢谢。好 ，OK 啊，各位。是说我们的。最后的夹菜时间好像剩差不多快半小时而已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吃完这些东西之后，我们赶快再去拿一些东西回来吃啦。哎吧，各位，我们来数一下这个满满的凤梨还有葱花。我就觉得说，他今天这个蛤蜊还有白虾菜籽，真的算是还蛮有诚意的。不过 OK 啦，那我们现在的用餐时间已经剩不到半个小时了，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点心来吃好了，应该也快差不多。好，一下各位，啊，这一回合吼，我又拿一次卤肉饭了，是因为它这个卤肉饭甜甜蜜蜜浓醇的滋味，哎，完全正中我的下怀啊。哦，吃完这个卤肉饭，我嘴巴都黏提提的，好舒服哦。
还有它这边有这个特殊口味珍珠奶茶。那我们已经吃完了啦，等一下我们就到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啦，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前阵水产的想法吧。你各位啊，如果你是平常吃姜母鸭都要吃的非常拮据的人啊，说真的，你今天来这边花600多块，哎，你可以实现姜母鸭给你点到饱的想法啦。虽然说今天的锅底我们整吃一份，没有办法续啊。而且如果你今天不想吃姜母鸭的话，你还有麻油鸡、白菜锅，甚至还有一般的火锅汤头可以选择。而且你问我说，如果今天要我再花600多元回来这边吃的话，我 OK 吗？我跟你讲，非常的 OK 啊。我们今天吃完这个火锅啊，我们全身非常的温暖，而且也不燥也不会热。平常我们吃那些火锅是不是都会让我们觉得口干舌燥，甚至下次会来这边吃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可是今天吃完这一餐，我是觉得真是舒舒服服的。可是说真的，今天他说的用料啊，从肉片全都是原肉，还有说他的海鲜也算是新鲜的，以及他的周边的食材看起来是干净，环境也是明亮舒服。这样子的体验我真的是很少很少能遇到，好不好？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啊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